Hello， 新的一期 vlog 来喽，新的一期 vlog 又宝姑宝来喽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我是金姑姑，这个这样比较专业，你能不能专业一点？我们都是专业的那种。Hello， 我是你们的姑宝。啊，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来接我们的小狗狗恭喜回家，因为它的腿腿在苏州这边找了一个专业的医生做了个手术，那今天可以出院了。在接它之前，我们先去吃一个饭 ，Let's go。OK。哇，来了来了，今天我吃帝王蟹。我们上次吃的是这种蟹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没有吃铁蟹。我们上次吃的是帝王蟹。帝王蟹是在另一家上海吃的。我说是我们这边。这边应该小一点。对，这里面最小的。哈哈哈！多少？对，这个。他会不会钱你？不会，没事的。你要，您需要拍下照吗？我不是拍照，我只是想展示一下，看一下合同。的话是七斤去两六，这么大？五斤的没有吗？这大去吃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太大了。所以你是漂亮的这样。好呀，一个漂亮的上眼睛是这样好一点。那个太大了，那个是不是胖鱼？胖鱼，那就跟猪一样太大了。不动吗？还是不动啊？怎么会不动呢？2.8。2.8。对，你的够吗？俩四个人。你在吃七斤的，我能吃完吗？我肯定不能吃七斤。我觉得差不多。那这样吧，好吧。那是这样吧。我们来这个店吃应该吃了好几次了。没有，这是第二次。没有，我是在上海吃了好几次。那你不是跟我吃的，你跟别人吃的？之前小七七过生日的时候我去吃过，他带我入坑这个店，然后后来我自己过生日请别人吃饭也在里面请着吃过一次。我还记得是2018年在正大广场，就是当时 LPL 比赛在正大广场，那天的1月19号刚好你们也在打比赛好像。然后反正是当时在下面吃，然后后来就是在上海还吃了两次吧。我们在上海吃了挺多家吃蟹的店，然后这一家是算不怎么踩雷的那种，上次说那家我感觉有一点点踩雷。这里是最好吃的，我上次跟你说的这个最好吃的，你说哎呦这个去那一家的地铁更好吃。没有啊，因为那家有包厢正好录视频，结果谁知道那家真的没有包厢。没有，就是这家最好吃的。我不听啊，听我们今天不是想吃那个，本来想吃帝王蟹吗？对，但是帝王蟹太重了。那七斤就有点好。七斤多还是六斤的？比我还大，那个比我还大，那个都是比我还大，好恐怖。跟只猪一样。好大。然后肯定吃不完，所以我们就选了两只血蟹，好像应该一起去三斤的样子吧，因为四个人吃差不多。为什么叫那个血蟹？是那个下雪的那个雪吗？对啊，下雪的雪。为什么这个雪？它在雪里面长大了吗？你为什么叫金泰相不叫银泰相？为什么不叫金泰爷？不是，为什么不叫金泰亨？为什么叫那个？你为什么不叫金泰亨？为什么叫金泰爷？为什么叫金泰相？为什么叫金相泰？是外面的小孩吵，不是我吵，对吧？你刚说什么？没听到。我在说。喂，妈妈，喂，啊。妈妈，为什么我要叫金泰相，不叫金坑泰？那是我的筷子，我好烦啊！你这个人真的是，哎，我用你的筷子了，我真的是，我们好像是30号，在金姑姑生日的那天送恭喜过来做手术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每年的30号，金姑姑生日的那天就是恭喜的苦难日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是30号去做手术的，到今天。今天是1月。1月31号，刚好已经是12月31天，那今天已经32天了，他在医院待了32天，然后所以要把他接回来了。他现在那个，据医生的描述说他那个骨头长得特别慢。他那个大腿那一节是切成了4节，然后用那个钢钉钉在一起。然后骨头在长，现在还没有。就长得比较慢，所以不能给他做康复，他要回去就是运动一下。然后以后天天在家就要给他拉腿，给他拉，他就会。
默许的表情元素是这样子的。来吧，来这个。你好，我是找老师。好。你点的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菜心。然后这个是现学现的。这个我觉得我妈妈可能会比较想吃。对，现的橘蟹堡。不假的，上当了。对，我看到照片，我以为上面是真的蟹壳，结果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一个假的，像陶瓷一样的一个碗。那是那叫蟹壳吗？为什么是蟹坨？那是坨。那是蟹壳。那是土。哦啊、那你这个是猪头，你的猪头长在这里是不是？我猪头在这里。你的手长在你的头上呢？先试一下，我们两个吃一份，他们俩吃一份吧。嗯，没事，你先吃吧，我等一下再吃。先品尝一下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还行，看起来我觉得还可以。嗯，但是那上面是什么？请注意一下。妈呀，我怎么吃出了面包糠的味道？是吧？感觉有点奇怪。像面包是吧？那你看右边那个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有的是什么奶油，还有面包糠，还有蟹肉。我给你吃。这个我挺想吃，这个挺好吃。这不是上海青。我知道。这是不是很好吃啊？嗯，比鳕鱼好吃。哇哦，这个超好吃。就这种小鱼，我一口可以塞一片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萝卜泥，一看就是萝卜。这个吗？对啊，一看就是萝卜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那你吃吧。你吃过我看一下。不是，就是我看，给观众看一下。吃饭怎么不能？你知道我每次直播他们说吃饭不要那个有那种声音。每次是你会发出那个声音，他每次吃饭会发出声音。他们吃饭不要发出声音，真的很吵。就你喜欢这样。我不喜欢，吃饭喜欢吧唧嘴听不多。跟你学的。我吃饭非常安静啊。你刚刚就是那么安静吗？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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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跟我学喵喵喵。喵喵喵。你多吃点，我这个我不吃了。这个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腻？嗯，还好只点两份。嗯。哎，你好，打扰一下，来这边是你点的蟹，把东西放这里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发现我吃鹅肝真的吃不腻，就很多人他吃那个鹅肝他会觉得很腻，但我可以一直连续不停的吃。我其实很讨厌吃动物的内脏，但是。它这里面是干冰吗？哪个？它这里面是干冰吗？一直冒。好像是右边这个，左边这个是蟹黄，这个是泡饭吃的。我最好吃，我最喜欢这个就是这个泡饭。我上次为什么喜欢来这里，就是因为那个泡饭，那个饭是最好吃的。你是很少看那个吃播啊？你跟我应该跟着跟我学一下。牛。吃到什么了？什么？他吃到芥末了，然后呢？啊！戴上我痛苦面具，瓦萨比。然后呢？刚刚那个辣的味道就从我的口腔冲到了鼻腔，然后冲到了眼睛，我要哭出来了。然后呢？吃到了芥末。然后呢？然后没有然后了，听到了哥。OK， 加油，继续吃，多吃点。没有没事。这里面实在是太脏了。现在知道了，那种吃饭的店，他们装修特喜欢用这种黄色调或者是红色调，反正这两个色调让人比较食欲。哇，你好专业！然后拍出来的食物比较好看。哇，好专业，好专业！而且你知道吗？红色跟橙色系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让你食欲大增，但是你吃完了并不想在这里多待，并不是那种治愈的颜色。就是让你吃完赶紧快走的意思。我会叫你李总吗？李总，太专业了。叫李老师，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你要交学费吗？交学费吗？对，没听过。看一下你微信多少钱。你觉得我知道我的秘密？
宰了。我不发人。金姑姑的私房钱揭秘时刻到了，让我们看看他。你上次骗我，你说你微信只有3000块了，他有5067块钱。你要说你说3000块了，你2000块从哪里出来的？2000块从哪里出来的？从你的那个手机那里偷的。昨天晚上我给我转。你有5000多块钱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是你给的呀，昨天。前天28号，你给，都是你给的。你一天在滴滴吃外卖要吃多少钱？我不怎么吃外卖。我看你上面点的都是外卖的钱。我不怎么吃外卖，这是帮别人点的。帮别人点的，他们会给你钱吗？不会。希望你们在看视频的时候了解一下报销的制度，下次洗发前报销给我。反正我找你报销不就好了，我帮他们点外卖然后找你报销。一般一天帮别人点几次外卖？没那么多，就是帮他们点那个炸鸡啊什么的。牛爸比较喜欢吃那个炸鸡。牛爸比较喜欢吃炸鸡。你是你在滴滴都能帮人点外卖？也不算忙帮他点外卖，是有时候他想吃的时候帮他点，也不是每天都帮他点。我原来胖了，我长胖了。现在多重？帮你屁事。昨天我偷偷看了金姑姑上秤去称体重，来帮我帮他，他已经是一只53公斤的小猪了。我发现你真是变态，喜欢偷偷看别人，真的。他喜欢找，上面站了一下就身材挺好，53公斤。嗯，每穿衣服称体重，偷偷看我，真是个变态。脖子别这样不好，别往后。要按一下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我们又不是小学生，我们都长大了，今年都20。今天。不要摸我的头，我没洗头顶。干嘛哈？你觉得？什么表情？你觉得今天那个恭喜看到你还能认出来吗？嗯，会啊。我觉得恭喜不认识他了，因为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看东西了。看了，上你又说你真的是喜欢编，每次都编故事骗人。上次我跟你一起去的。恭喜手术后他就来看了，恭喜一次，每次都是我来看的。那我在基地怎么看？你做了一个好过分的事情，他先做了一个好过分的事情，他说他要算我，然后让我来施工。然后弹个视频给他，让恭喜跟他视频，这样就那个不是今天，那是上一次。是今天因为他出院了，所以你只能来了呀。什么叫只能来了？你说话这么说，就越来越那个啊。越来越什么？可惜越来越过分，你这么说的好像真的是越来越揭秘了。不是，你给我什么标题？是。你老喜欢骗人，你这么好，你这个。到时候发布那个下面他们评论都是，哎呦金姑姑好过分的，你是不是喜欢看他们说，哎呦好多人夸你，这好多人骂你，是不是喜欢这种感觉？你是不是变态啊你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你每次有人夸你你就点赞，有人骂我你就不点赞，你就喜欢。有人骂你我会点赞，有人夸我会装作心里面毫无波澜一样，但是偷偷开心。你真的是每次不要用我的这个是你的，那个是我的。你的就是我的，下次可以买个蟹自己在家做一下。他昨天跟我说，他说他以后想自己在家里面，不是去做饭吃，想学习一下料理。不是做饭吃，是一个礼拜一次，就给你做那些，平时吃不到的那种，比如什么，不能吃的，比如说什么，鱼排，那种什么，还有什么呢？反正我看好多，一蟹也可以，反正可以选一下吧。我们两个人，因为这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做的。我想跟你一起做什么一些那个，一个人没意思。我哭了，所以呢？哭了。那就哭吧。你知道，一般来说，结婚之后，你让你老婆哭了，下一句是什么吗？下一句是0块钱，我的0块钱。我赶紧给我买个包。为什么？买包吧。对不起。不是，因为我看好多人结婚呢，男的喜欢做这些功能，想一下，跟那个女的喜欢的不一样。因为男的就，
什么出去运动啊，什么篮球啊，什么足球这样。然后女生喜欢做饭，那些什么学那些东西，在网上我看那个好多人在网上学那种，没有吗？没有。做蛋糕这种，我说做饭是不是做那种饭，那种蛋糕还有什么呢，面包，还有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学。我还不会打麻将，你会不会打麻将？你最近不是很喜欢那个斗地主吗？斗地主跟麻将是两码事哦。那还有一个，那个咖啡。咖啡家里都有好几台咖啡机的，我天天。不是咖啡机的那种，我说。是做咖啡豆吗？是烤那个咖啡豆吗？我看好多女人都喜欢，我看了网上他们那个视频，其实那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说别人去烤那个咖啡豆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但我看他们的，我经常看他们的 vlog， 你最近开始录 vlog， 所以我就想学一下，上好就跟他们学一下，所以我就看他们，因为很多 vlog 都是女生拍的嘛，很多男生都这么拍 vlog， 所以我说那些主播啊，因为很多男的主播都是打游戏嘛，都是游戏，大部分都是游戏迷，都是国外主播。但我看了一下，确实他们好多人都是那个咖啡豆，还有那个什么蛋糕，做蛋糕，还有。反正这种很多这种化妆的啊，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一起做什么都是可以化妆的那种啊，对，做什么都可以一起去啊。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帝王蟹好吃，雪蟹比帝王蟹好吃吗？我更喜欢这个，我更喜欢帝王蟹太大了。那个我看那个帝王蟹在外面看的那个酒精真的跟猪一样，好大好大，好恐怖，好吓人，都比我还大，它站起来应该有1.8米吧，真的好大，直接一个拳头打过来还我票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好多人看直播不相信我有1.8米，看比赛的人都知道我有1.8米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的人他是高个脸，有的人是矮个脸，就是你的脸是属于那种矮个子脸。那刘青松呢？刘青松也是个矮个脸啊。他就是很矮，他就是他确实很矮，他有1.6米吗？啊，不行，我不能说这种话，我这种话会被冲的。然后像我，人家都觉得我看起来很高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就1.58米。因为我长得比较轻。你是1.58米。我去体检是1.605米。你是1.58米。你今天几个痘痘是不是都有几个？没有。你就是1.73米的人。1.8米。1.73米。1.8米。1.73米。你这样骗人没有用。1.73米。居然不会骗。你至少把你脚打断了，不就1.73米了吗？导演，当时我们那个，你知道我们俱乐部每次那个夜宵，你们俱乐部应该，我感觉是全联盟，就是身高最高的。他在你们这边没有那种特别矮的，全部都挺高的。当时我们每次那个可爱也说来了，我们这里放了20天好像，那个夜宵也都那个很多，每天都会有夜宵，不同的那个。然后什么阿姨做的饭也挺好吃的。我发现真的好，最近俱乐部的阿姨做饭好好吃，因为我在你们真的是特别好吃的。我之前不是就是你们经理叫我过去嘛，然后在你们俱乐部吃过一次饭，那个阿姨做饭很好吃，她是四川的，好像烧的很合口味。然后还有最早之前好像是2014年在京东的时候，也是被你们俱乐部叫过去一次，也在那里吃了一次饭，哇，那个阿姨做饭也很好吃，当时我能干2碗菜。Making plans, don't show up. Baby, I don't mind keeping me waiting. Every night, you're by my side. I know it's really worth every second. 恭喜！我在一边里站一边，我看恭喜会来找谁。他如果主动到谁，再来说看到谁的关系比较好。那有这里有零食吗？没有零食，你不能作弊。我们就严格遵守，严格一人一边，看他会来找谁。好，肯定会来我这儿。肯定会来我这儿。恭喜，很喜欢我，他不喜欢你。因为每次我回家，放假回家，我给他零食。啊，那每次去收拾屎、收拾尿的人是我，你又没有帮他擦过屁股。哎呀，那以后屁股你来擦，我要给他吃零食。我又不是每天都在家里。哎，那算了，那你2周给他剪一次屎吧。
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恭喜在哪？你在那边吗？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我要准备看他会来谁那里。我一人占一哦。他在你了吗？恭喜！重新来一次，重新来一次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你是个狗，干嘛换你重新来一次？别恶心他了。你先进去，然后他再进去。你先进去吧。对，让他先进去，你等一下再进。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那你先进去呗。恭喜你，小西宝，恭喜，真的想舔我了，恭喜。恭喜你，今天洗了个澡澡，哦，非常可爱哦。想我了吗？是想我了呀，恭喜。你看，小恭喜。看看你的腿腿，这些线都是钢针。啊，看不出来脸。啊，别忘了。恭喜。恭喜。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感冒了呀？没有没有。那你看，激动，太激动了。恭喜！哎，我发现这房间好多猫啊，好多猫在一起。他这是这个房间是猫的住院部，对啊，因为它太小了。它还会欺负别的狗狗。恭喜！这什么声音？这是猫发出的声音吗？猫啊，是这一只。帅 Hello， 你想他训练，不然让他休息。可以，对，那院长还在做手术，一会儿要找他去确认一下跟其他这种情况。你怎么把他搞成那个 V 脸呢？等一下，本来是个小圆脸。没关系。还有偶像包袱是吧？恭喜终于回家了！恭喜，西瓜终于回家了！恭喜西恭喜您了！恭喜您了！下喽，下次还要进行二次手术。哎呀，你怎么得了了？又要痛一次了。啊！西宝回家家，那今天我们的 vlog 到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